韩王得知消息赶回韩王府时，韩王妃已经去了。韩王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还拉着韩王妃的手说着话。圣楚令也赶到了韩王府，看到眼前这一幕悲痛不已。傅柔被关进了天牢，周王前来看望。傅柔得知韩王妃已死，十分自责，说是自己没有劝住皇后，他还天真的把希望寄托在妍妃身上。周王不满傅柔说自己的母亲，傅柔对这个不讲是非黑白的皇宫十分失望。韩王妃的灵堂上，圣楚郡将孙凌威和韩王妃的死都怪在了韩王头上，还拿刀要杀韩王。圣楚怒将圣楚郡打倒在的，还让人把圣楚郡赶出圣府，不让他再踏入圣府一步。但圣楚郡离开前去了圣楚怒的书房翻了一通，偷走了太子写给赵王的信。但其实是连燕儿故意把信的事情告诉了圣楚郡，他还给严子方通风报信，说鲁国公府现在出现了裂缝。韩王妃死后，韩王郁郁寡欢，和皇后请安时还告诉皇后，自己以后不会再沉迷音律诗画，自己是大唐的亲王，以后朝堂上的事情他该说的会说，该管的也会管。他让皇后放心，自己和太子以后还是会兄友弟恭，同心同德。但在朝堂上，皇帝说起圣国的事情，说自己免了圣国3年的赋税，但却有官员私下收税敛财，现在群情激愤，皇帝担心圣国会再起争端，让太子早日准备对策。太子刚刚应下此事，说自己已经让吏部去调查了。韩王突然起身说这件事不能交给陆云己，说在圣国强抢民女无法无天的官员叫胡宁武，而吏部还在官员考核中给胡宁武评了个上上等。韩王说到这，就有官员上前指证陆云己收受贿赂。皇帝呵止了此人，下令立刻抓捕胡宁武，让吏部调查此案，韩王这才罢休。此事传到皇后耳朵里，皇后十分唏嘘，太子回东宫后也十分生气，又担心陆云己出事。傅水在一旁又挑拨太子，说只要圣国再次起兵，皇帝就会让陆云己带兵平叛，自然能保下陆云己。皇后身体稍好一些，皇帝便留在皇后宫里歇息。皇后和皇帝说起新南公主和圣楚令的事情，有皇后说情，皇帝便答应了新南公主和圣楚令的婚事。皇后又请求皇帝说，如果有一天皇子们有了冲突矛盾，让皇帝失望了，皇帝一定要留他们的性命。皇帝一一答应了皇后的请求。一夜过去，皇帝醒来后想叫醒皇后，皇后却在睡梦中去世了，皇帝悲痛交加。皇后去世后，傅柔也被释放了，但她被安排到掖庭局充当谏议。傅柔本想问何思赞皇后下葬的日子，但他已经不再是私言，上礼局的人对他不屑一顾。皇后死后，太子就陷入了自责，孙凌叔却说大不孝的是韩王，如果不是韩王目无尊长，皇后也不会被夹在中间。太子被挑拨后更加怨恨韩王。严子方得知梁王要站在太子那边，为了讨好梁王，便将圣楚郡引荐给了梁王，圣楚郡便把太子写给赵王的信交给了梁王。严子方让两人在屋内谈事，自己则站在屋外，看到了陆盈盈在梁王府过得十分委屈。